A.T. 個股推介建議大家留意咧，就係紫金礦業2899噶。咁啊，揀選原因係啦，金價就係持續上升啦，並且咧擴散去到同等其他有色金屬。金礦股咧可以留意綜合型嘅礦業股紫金。公司同時咧係中國主要黃金啦、銅同埋新嘅生產商之一。對比其他金礦股啦，紫金雙重受惠咧金輪嗰個商品大周期。根據2023年嘅業績數字啦，按底銷售數據，黃金業務銷售收入佔整體營業收入咧就係42.1% 嘅，同業務收入就係佔25% 左右。中信證券預料啦，今年紫金礦業啦，銅同埋礦咧嗰個產金產量咧，有望咧就係實現8.9% 同埋8.6% 嘅增長目標，延續咧穩健嘅增長態勢。受惠金價同埋銅價嘅向上啦，咁啊，彭博綜合券商嘅預測，紫金今明兩年盈利咧加快增長29% 同埋30%。走勢上啦，紫金琴日咧一度衝高去到17.48啦，創出新高，收市就係報16.76嘅。年初紫金累積咧就係升咗挨近32%。策略上啦，只係適宜小注嘅，短期如果15蚊不失咧，可以喺該水平購入嘅。大行給予佢嘅平均目標價大約係18蚊啦，可以作為參考嘅。不過跌穿14蚊咧就適宜減持。